原来是放进放以外，你不要忘了脑袋轻，心袋小，大家能够稳稳一半。那会不会觉得说蒋万安只是给可以给就是名单内可以多一些中生代的首长？人才都是国家的，尤其人才是放进放以外，你不要忘了脑袋轻，心袋小，大家能够稳稳一半。所以一个团队势必有年轻的，也有中生代的，也有希望一些能够稳定所有的专业的资深的人。所以我想人才都是一棒接一棒不断的延续，最重要团队要通力合作，一心一意为市民努力做事。